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各位粉丝大家好，今天我再请林伟还有陈博士一起来再做一个录影啊。这次的主题想谈一谈啊，那最近都想谈赚钱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啊，那赚钱手段跟方法很多哈、啊，一个研发产品出来嘛，另外当然就要不然你搞工厂嘛，制造产品出来嘛，不管你研发也好，制造出来的产品啊，如果没有卖掉，有没有钱赚？没有。所以今天想跟各位谈一下。如何透过行销的方法手段，好吧，让我们产品可以变成现金，让我们荷包满满，好吧？好，好吧。那首先还是要请我们最年轻的，真的很年轻，因为他真的很年轻。你来谈谈吧。通常用什么行销方法让我们的产品很快的曝光，引起消费者注意，让他愿意买单？OK， 是。以现在的行销来讲，行销其实不外乎就是你透过实体面的行销，实体面的行销，透过网路面的行销，网路面的行销，对，实体面的行销，我相信博士以及那种陈博士，是我们林博士，是两位都博士，所以都是实体面行销专家，是，就等一下实体的行销就留给两位来分享。好，那我来谈谈网路行销，因为我毕竟因为他是网路行销达人，再次介绍林伟。网络行销界的达人红人，所以像在网络上面，你要去行销，首先你就要去叫做借力，就是你要借助一些大平台。所谓大平台，不外乎就是我们常常在使用的，像 Google，像 Facebook， 像 YouTube， 对，影音平台，这些都是我们常讲的大平台。因为为什么要借助大平台？因为你自己的网站、自己的平台，你没有流量吗？你自己的东西放在那边没人看到吗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借助这些大平台的流量的威力。你只要把影片放上去，你只要把产品放上去，就有人会看到你。是。虽然说这个有些可能，你看那些比较红的人，他们在 YouTube 可能他的频道订阅有几十万人，甚至几百万人，他随便上传一部影片，短短一天就有几十万浏览量，就有几百万浏览量，是非常的夸张。你可以想象，你今天 PO 了一个影片上去，一瞬间就一百万人看到，哇，那种行销威力是很庞大的。我说下来，它好像比电视的魔力还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为什么现在电视都开始做网络的直播，跟网络的频道，是吧？像你看现在的新闻频道，是新闻频道可能晚上他同一时段有几十万人收看，就已经很多了，对，很了不起了，很高了。或者做了一些连续剧，八点档，晚上有几十万人同步收看，哇，他收视率就很高了。我请问一下，你说百万人真的吗？YouTube 抛上去就有百万人吗？有些就会有百万人看，这么厉害，很厉害，因为他的订阅数非常多。这样，而且他直播的一些内容可能是跟你我相关，或者是他做很酷手，很有趣，是，甚至像博士之前讲到的，现在直播的文化，很多直播，只要很红的一些直播主或一些明星，你再讲讲，我突然想到那个相当红的，那叫网红，是不是？网红，网红，他一丢出去吧，好多好多人都来进来，没错，而且可以马上赚到钱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这样说啊，网红透过这网络的直播，网络直播是一种行销的手法。对，它当然也是一种行销手法。甚至你看现在除了一些网络直播的一些平台，甚至像脸书、Facebook， 它也可以直接直播。你今天用自己的手机拿起来，你按直播开始，你马上就可以直播这样子的影像讯息，跟全世界各地的人，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分享。这样子的直播为什么跟以往我们传统的电视不一样呢？因为传统电视你会发现，大部分都是预录好的，即使是 live 的一些新闻频道，但是你只能坐在这边看它，它不能去看到你，就是不能没办法去双向的互动，不能互动。但是为什么现在直播那么流行，然后脸书这样子的风行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及时的互动，你可以及时的跟正在直播的直播主去互动，你可以及时的跟这些明星，你可以留言，可以按赞。你可以发讯息，对哦，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希望看你接下来要干嘛。对哦，对，我还不能跟电视说话。没错，而且甚至是这样子的讯息，如果应用在商业上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什么？现在你会发现 Facebook 越来越多在直播卖东西的人，甚至卖东西的一些中小企业，什么都可以卖，而且什么都不奇怪。他从一些大型的三 C 商品，甚至电视、冰箱，有人在卖。卖钻石，我看到有卖是钻石吗？卖什么名表啊？没错，是百达翡丽，哇，劳力士，哇，就拿出来卖。你这样讲讲，那些卖汽车跟卖名表那些店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
东区的店一个一个倒，都没人要租。不是倒掉，它是铁门拉下，上面写一个字而已。猪不是牛，也不是羊。没错，这就是原因。网络这样子的直播文化，的确对实体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，甚至是现在很多的实体店面，连你在网络上直播，你都可以看到。除了刚刚那些3C商品，好像比较一些 fashion 比较时尚，甚至你又看到他现在开始在网络上卖什么，卖生鲜，卖鱼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华文市场的阿嬷怎么办？战斧牛排。那怎么办啊？完蛋了，以后买菜不需要去菜市场买，都直接透过 Facebook 嘛。是。这就是神奇的地方，因为现在网络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，它不仅是一个讯息的传递，是还可以直接开始做导购。哎呦，就是引导客户。哎，导购不是我们一般这个在一般的食品商店里面有导购员吗？没错，现在网络上也有导购员。你看，你三C的那些直播，他直接在那边直播，我要卖这个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甚至他会有一些拍卖，就是零元起标，一喊价，我马上加钱，我就可以加钱了。下面喊100，然后下一个人150、200。300，哇，喊上去！我问一下，网络上做拍卖，我之前听说有个那个叫拍卖哥很会卖哈、对，很会卖，在那路边很会卖哈、叫叫卖哥，他叫叫对叫卖哥对，所以叫卖现在也跑到网上去了，他也跑到网络去了，这样子哦，太厉害了！而且听说像他们这些，你不要小看那个直播，感觉好像啊，直播买的人不多嘛，大家都这样觉得，我一开始也这样觉得，结果不是，他们有些直播晚上可能。晚上，因为晚上大家下班回家会比较多人会在网络上去游荡去看，他可能从晚上吃完饭7点8点开始播，他从8点直播到凌晨1点，短短5个小时，业绩可以冲上100万，惊不惊人？我自己都吓到，因为我觉得是网络上买东西，你也吓我一跳嘞，信任感好像不是那么高啊，他拿这个东西跟寄到我家到底是同样东西吗？我当然会有这个疑问，但是其实现在网络购物跟以前我们20年前在雅虎购物，怕信用卡被盗刷，怕寄过来东西是假的，觉得那种心态已经改变，因为越来越多人愿意在网络上，所以你说这治安的问题就好多了吗？治安的问题当然还是有，但是。在网络上买东西的习惯，跟以前在网络上买东西都会不怕被骗的那种信任感已经改变了，所以现在在网络上买东西变成一个很普通，很正常，就跟你去你家楼下的超市买东西是一样的感觉。而且现在大家会去上那些团购网站、拍卖网站，甚至我们可能会去国外亚马逊、Amazon， 或者是去国外的一些大平台上面，或者是我们。会去国外很多的平台，甚至在大陆的淘宝、天猫、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面买东西，都已经司空见惯。所以，为什么直播卖东西行得通，也是因为这十几年来网络购物已经变成一种，以前说叫风潮，现在说叫习惯，已经变成一种习惯。当这习惯养成的时候，你在网络上面去直播卖东西，它的信任感就是够的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短短晚上4-5小时可以卖出百万业绩？哇，你平常开在西门町、开在东区、开在士林夜市的一个实体店面，卖一整天，也未必能卖超过百万，甚至可能很多店家卖一个月的业绩还没有百万。我听说有些店面哈、惨到好可怜。对啊。一天进来的小猫没有2-3只，成交营业额连1万元都没有。是啊，因为。实体的店面毕竟是一个在地化的店面，你今天开在士林夜市，大部分来的可能都是住那附近的或者一些观光客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开在网络上，哇，屏东的也可以给你买，高雄的也可以给你买，花莲的也可以给你买，台中的也可以给你买，即使你人在台北，全台湾，甚至澎湖、金门、马祖都可以给你买，而且下单之后你物流就可以送过去，它金流结账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接付现，因为网络上现在都有第三方支付，所以。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下来说，你在网络上卖东西，第一成本低，不用店租；第二，你可能员工也不需要请那么多，你实体店面你一个业务员能负责几个客人，你今天网络上一个业务员我可以负责几百几千个，你在实体一个业务员负责10个客人可能就忙不过来，5个客人可能都忙不过来，这就是很大的差异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在网络上面大家都想在网络上面创业？在网络上面开店，甚至是以前大部分的中小企业，无论是 B2B、B2C， 都是透过实体去找客户。但是现在很多的 B2B、B2C 的公司，
都拿来网络上去卖。B2C 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你看到的卖任何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商品。B2B 呢，可能就是一些企业，他们希望在网络上面去找一些企业的客户，他打广告可以锁定精准的 target。我可以说，我今天锁定的 target 是中小企业主、中小企业高阶主管、专业经理人等等，然后去锁定他们这些 title 上面是这一群人的去打付费广告，让这些中小企业主跟他们的高阶主管看到，进而产生兴趣，可能他可以填表单，留下他的联络资讯、姓名、电话、line、email。你可以主动请你的业务打电话跟他联系，然后再去公司拜访。这就是我跟博士常常在讲的 O2O online to offline 线上找到客户，把这个客户引导来线下去做成交。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